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这里，这样。那我们是去年才成立的，所以我们是很年轻的团体，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对啊。因为一般理事长的印象都是什么？就老人，对不对？都要蛮长老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年轻人组成的这样子。那我们是去年六月才成立，而且全台湾的那个动保社团都是以狗猫为主嘛。我们没有，我们是关心所有的动物。不止狗嘛，这样。那我们是希望可以激发大家成为以实际行动成为动物的守护者，这样。好，那就下一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动物不是娱乐。那这个我们有三部片，等一下一一会放给大家看，这样子。好，下一张。我先讲一些概念好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怎么关，平常大家都有养动物吗？或者是？你们怎么会？我有养过一只老鼠，啊，被你害死了！不是，不是，好，其中一只是从三楼摔下去。哇，那最后还是死了，对吧？还是你害死的。好，那是我。那一只老鼠，哎，我怎么忽然接？就是动物权是什么？动物权到底是什么？一般人会。知道什么是动物权吗？那其实动物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我们其实社运或者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性别平权、种族平权，现在大家那个越来越知道嘛。譬如以前黑人的地位是这么低啊，然后以前男女是这么不公平，可是动物权是什么？对啊，动物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也关注动物，替他们做一些努力？而且这动物不只是狗跟猫这样子，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下一张，所以我们动评会的立场是觉得动物其实它应该要受到尊重，像这两只牛啊，他们是牛吗？看起来在养啊，是牛是牛。那你等一下，这么多动物，你每一只都讲错，对啊，这个牛我们在牧场也是那些天马那些们，他们两个就看起来很有情感，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就相濡以沫样子？那其实动物不只会感，现在大家都知道动物会觉得痛，对不对？以前会有人觉得动物根本不会痛吗？你拿火去烫动物会不会痛？啊？会。以前的那个哲学家或以前的人都觉得不会痛，欸，他们觉得动物就是物品。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动物会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可是有人知道动物其实它还有情感的需求，它还有跟同伴连结的情感、社交的需求。还有像大象会举行丧礼哦，如果当他们有，还有那个什么大象啊，我听说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只小象被拯救到一个收容所，大象收容所，结果他还没进门，他的姑姑、嫂嫂啊、阿姨都在欢呼了，都在欢呼，我都还没看到，他们有那个高智商跟认知的能力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也有，而且他们会有家庭。所以像那个金豚啊，他会看着自己的镜子照，搔首弄姿。你就是有那个科学家在他身上抹一条红色的、粉红色的线，他看得懂，哎，他看得懂。他当他抹上粉红色的线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在镜子里面，他知道那里面是他，是他。可是有些猴子看到镜子里面的猴子，他以为那是对方，是别人。可是金豚知道，所以每个物种它都有不同的那个智商跟认知，所以动物跟我们一样，人类一样，所以他们应该受到尊重。那猴子会打镜子吗？打镜子，他们会以为那是别人，他们会想要挑衅他。对，他们依照不同物种，因为金豚类其实它智商能力跟认知很强，所以它也不能任意受到伤害的权利，这是我们的立场。那所以动物它应该在他们生活圈远离被伤害、虐待跟剥削，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这个目标越来越，我不知道是越来越远呢还是越来越近呢。那一方面有人努力，可一方面因为随着那个工厂化的那个繁养殖，很多那个动物苦难也非常大的。好，下一张。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什么？这些在农场的动物，就我们今天主题哦，这些被娱乐的动物，我们是希望，对啊，我们希望保护动物啊，我们希望关它的笼子可以消失，我们希望可以终止残忍，
止剥削这些动物，可是动物福利这一块呢，就是指说动物权这一块是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立场。动物福利这一块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人这些动物被抓来娱乐有没有符合动物福利，他连一个基本符合动物福利都没有。因为怎么说，就是我们把它抓过来娱乐的时候，这些笼子应该要变大，你应该给它人道的对待，你既然都抓它来了，你就好好对待它吧，意思是这样子。那上面这个是说你连抓它来都不要。下一张，所以动物福利是什么，我们有免于饥渴啊，应该要提供足够的水跟食物，第二个就是你要遮风避雨，那第三个就是你要给它那个医疗，如果它生病的话，动物生病的话你要给它医疗。然后还有我刚刚有讲啊，这些动物其实它都有那个自己的家人跟那个伙伴嘛，朋友，所以他们其实有些动物是要在一起的，对，他们会取像大象啊猴子，这都需要在一起。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他除了身体上的舒服以外，他心理上也要舒服。有些动物是，你等一下看那个片的照，有些动物其实是害怕的状态这样子。好，下一张。因为动物被烧到不痛啊，它跟人一样烧到了。对啊，烧到会痛啊，就感受痛苦的能力啊，对啊，非常，这孩子非常有同理心，以后要栽培一下，成为我们下一部的主角，知道？那这个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某个农场的羊驼，它没有符合动物福利，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啊。它后面它没有提供它一个像它原始的环境，后面这个都用画的，它不是用。对啊，然后也没有水，然后光秃秃的泥土这样子。对，那再下一张。所以如果你是羊驼，你想住在哪里？你当然想要住在这里啊，因为在中南美洲，然后环境非常好，然后跟自己同伴在一起，在草地上啊，这就是动物权嘛。那上面那个就是它连基本动物福利都没有。那下一张。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接触很多动物的面向，那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动物不是娱乐这一块，可是其实我们平常也有接触的面向，就包括食物啊，包括我们的衣服，因为现在冬天嘛，那你穿的是不是动物的皮草？有时候那个兔子的那个那种毛茸茸的，有些也是用兔毛啊，其实它也不会很贵，大家都以为会很贵这样。那还有你平常用的洗发精、化妆品、沐浴乳有没有用动物实验？其实去屈臣氏买就可以买到那个无动物实验的国外的，然后几百块而已，它有一个 logo 写无动物实验的那个200多吧对对对，不会很贵啦，就是可是国外的，那其实你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就实践。那我们也可以去保护这些石虎啊，有人之前有听到石虎的新闻吗？有嘛，它有时候会被车子撞死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那个，他的栖地跟我们人类栖那个生活环境太近了。那我们在他的生活环境开马路，当然就可能撞死他嘛。所以我们要保护他的环境，才能保护这些动物。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动物的面向。那我们今天要聚集的是在讲那个牧场观光动物表演这一块。那其实西班牙斗牛，当你有那个动物不是娱乐概念的时候，西班牙斗牛啊，什么香港的赛马、啊、这些你也都不会去消费了。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那个价值，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这样子。好，那我们好，我们来看影片好了。对，先介绍一些概念啊。我先看一下那个是娱乐还是没有的，上一层吧 ，DVD 那边，娱乐还是没有 ，DVD， 在上面，在上面这边，对，娱乐，我可能今天要看你后面那个，把声音有无，声音要准确，什么？好多单子，好多车子，怎么那么快？六五四。奇怪，东西怎么会那么快啊？要坐车。好快。这样你就不讲话了。对啊。
比较暗，一点都不恐怖。哎，你们家里没有找我？我小，那时候我小学没有。你不要考试。这公园长大了哎。1993年，生物学家威尔森把这种现象称为 “biophilia”， 这个希腊字的意味喜爱生命，强调人类自我一种渴望，需要亲近其他不同形式的生命。不幸的是，对于业者来说，这些动物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悦游客。业者大肆成立动物园，动物农场，动物表演场所，与其他类似的商业场所。这些场所以教育和保育作为包装。实质考量的却是业者的利益，而不是动物的幸福。这些游客短短驻足几分钟，代价却是动物一辈子的囚禁。随时满足游客喂食的趣味。动物无法稳定地摄取营养，不仅健康受到影响，甚至还得抢食以免饿死。
提供珍奇异兽或可爱幼小的动物，让游客拍照留念，并从中获利。
人穷尽的生活根本无法与宽广的野外环境相比。动物具有高智商且充满情感，应该获得更妥善的照顾，而不是被我们当作娱乐的工具。如果想要了解动物，就要以不干扰动物的方式了解它们。例如，观看动物纪录片，观察在地的自然生态，或到收容中心，这才是最好的方式。这些地方之所以继续存在，这是因为有人肯买票入内游玩参观。请不要到以活体动物为卖点的场所，无形助长了业者囚禁或虐待动物。你的娱乐，他的痛苦。期待大家分享跟提出问题，因为讲这些概念没什么意思，就是有个概念就可以了。你们有没有什么看到什么重点想要分享，或者是你们有什么问题，随便什么问题都可以。关于这一部，好，我想问你，接下来的马戏团就是梦幻马舞，你觉得是梦幻马舞？我知道，我现在觉得很有罪恶感，因为妈妈很想看我买的票，但是你在看之前，就是他网站上都有，就是介绍说他们人道的对待那些马，然后怎么样的，就是进行，就是比如说什么飞来台湾什么过程，什么照顾、退休生活什么，所以看完想说好，可能没有这么糟糕，但是刚看完这个觉得好像蛮糟糕的。我知道他们好像蛮人道的。对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立场就是觉得不要有任何的动物表演，就是这些动物，因为他们用来表演还是娱乐的用途啊。那他应该至少达到动物福利。是啊，所以看你怎么去认定，你的标准在哪里。就是如果是我，就是不会去。但是如果你相较刚刚这些场域，或相较一些动物表演，他已经算很好了。听说他很尊重马的天性，或是有给他足够的那个休息时间等等这样。不过我是觉得日常生活中的娱乐很多，我们可以舍弃那一块，对，就是有用到任何动物的这样，因为
其实是不必要的。那其实马跟人的生活是很紧密的，它有点像狗跟猫，它情感是可以去很紧密的跟动物跟那个马的情，就是马跟人的情感可以很紧密，所以它甚至可以帮助一些自闭儿或什么做一些辅助治疗。我觉得如果有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然后它不是商业化的经营，它是一个很就像我们跟狗狗一样情感这样，我觉得 OK 耶。可是他们还是被表演嘛，你说那些梦幻什么马的之类的，对，所以可以去看那个，他们之前本来从动物表演变成那个人的表演，那是什么太阳马戏团嘛，我觉得那就是很好的一个转型，因为人的表演它还是很精彩啊，不一定要用到这些动物，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那个太阳马戏团的那个转型非常好这样子，不过你也不用有罪恶感，因为就是当我们在理解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就是渐进式的，或者是说你慢慢思考的过程，不太可能是好，我今天就马上成为一个拒绝所有动物鱼，不是啊，我小时候也都去过动物园，跟去捞过金鱼啊，什么乌龟在那边钓来钓去也都有啊，所以其实那个都是当你知道一个概念，慢慢改变这样。那为什么动物不要跟人类抗议啊？抗议？你讲对了，他们很想抗议啊，但是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不会讲话。对，他不会讲话，所以我们要替他们讲话。所以，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我们有一部是以儿童为主，像这个是以社会大众为观点，我们有以儿童的观点，还有那个国中生的观点。我记得我们那一部儿童的观点有三个孩子，有一个孩子没有被拍进去，我们拍了四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就像比他还小哦，他就自己说，对啊，那些动物为什么跟人类抗议，他想要打破这些笼子，就自己这样子，孩子就自己这样讲，就像你这样子讲，很棒这样子，孩子的那个同理心是很直接的。还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所以你们说的是反圈养？嗯，对啊。那现在黑潮也在推反圈养？是。那你们跟他有联系吗？我们有认识，然后我们里面有两个那个鲸豚的赏金的画面，跟那个什么赏金的画面，跟一个海豚那个飞的那个照片，那个是跟黑潮之工拿的。因为其实我去他们办公室，就是他们现在很缺。有，我知道，可是他们针对是海洋哺乳类嘛？对。对，那我们针对是所有的动物。那是不同，就是同一个议题，但是我们的范围稍微广，然后他们是很专精在那个海洋哺乳类的那个海圈养的，那就是关于最后只能用道德这方面在推动这项抗争。道德哦，不会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消费者，我们有推消费者抵制运动嘛，所以我们有带联署单，我们是希望消费者自己就可以付出行动，从日常生活中付出行动去抵制它。那法令上我们也有在推啊，我们有在努力在这一块，就是目前的这些被关起来提供娱乐的动物，他们在法令上是完全没有规范的，也就是说业者要引进多少羊驼，他要引进多少个阿和都没有关系，他只要有钱，他只要有休闲农场的那个执照，也就是说，然后也不用什么有兽医证明，也不用有什么动物福利的什么相关的那些医巡的那个判准都不用，反正他就引进，从引进到那个整个场所的那个收容设备都不用去，都没有什么主管机关啊，所以我们希望在法令上可以有所依循，所以现在在展演动物方面在那个动保法上也有做努力，而且现在在立法院一定也即将会通过三读，这样至少有个法令规范，不会等受伤的时候主管机关才觉得那是他的事情。对，平常这些地方是没有什么稽查，然后也没有任何人去管的，我是指说国家主管机关这样子。好啊，还有他叫什么名字啊？叫白白。白白，好。